您准备好迎接这张脸孔了吗？好，我准备好了。今日小 S 才和行走的菲洛蒙瘦子合作拍广告，镜头当前他依旧不为所动，表示我最爱的还是我的老公麦克。17年婚姻的山盟海誓言犹在耳，小 S 的白色阿法修旅车从地堡开了出来。就当我们以为要迎接 SM 的闪光暴击，结果一跟，竟然跟到了地堡好邻居旁边巷子的私人招待所。本日主角只有老公徐亚俊，手上还提着包装 bling bling 的神秘大礼包，毫不犹豫一头钻进招待所内，把麦克哥送给狗仔的大礼包，下一秒自动送上门，长发巨乳妹来也。半个小时过后，两人一前一后再次坐上修旅车后座离开，狗仔再跟一路跟到了竹北。老司机突然把车停靠在路边，除了徐亚军和刚才的长发巨乳妹之外，此时旁边就这么刚好也停了一辆黑色厢型车，就这么刚好车上的一票辣妹统统出笼。我老公说 baby 你在干嘛，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很丑，我不想出去吃饭了。然后他就竟然说什么知道吗，他说瘦就漂亮吗，瘦就漂亮吗，瘦就漂亮吗。哎，果然所有的妹子都有共通点，身材火辣，皮肤白皙，身上背的通通都是名牌包，香奈儿 LV， 香奈儿 LV， 总价吗？至少40万 coco。于是就由麦克哥和几名男子带领着一群鬼气逼人的妹妹直奔旁边这家日料店。虽然外观看不出个所以然，不过据了解，该店价位每人4500到6000元不等，最多只招待11位客人。店家还在脸书形容，吃了有法式热吻的感觉。就当麦克徐和众多辣妹准备体验法式热吻，外头又有一位外国妹妹姗姗来迟，直奔日料餐厅，洋装之短，连前方保全贝贝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你没看错，真的很短。小 S always 力挺老公，甚至大方承认两人至少5年没有亲密关系。他曾问麦克：“你是不是不爱我了？”麦克则回：“为什么一定要以这种东西来衡量呢？不一定要那个才是爱，我爱你，爱跟想要那个不同。”于是这回夫妻俩的感情绝对绝对不可能受到这些妹妹影响的，对吧？对此，小 S 说他不是公众人物，不回应。徐亚军则说朋友吃饭，去新竹的一家餐厅，车子坐不下，我帮忙接送，车上有男有女，回来的时候女生就坐别的车了。